浩哥，我可以去帮我爸上个菜吗？可以啊，去啊，当然很重要，赶快去。久等了。哎呦，你是不吃辣的对不对？对啊。是我们的咸菜。这个太爽了。哇，太爽了。太爽了。我觉得我儿子伺候我。这一辈子都他伺候我，伺候他。就喝一口饮料。哦，我真的好累哦。那你不喝一口酒？酒先不要。我可能这一辈子就吃他做这一顿了。峰哥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照顾好你，爸爸就好，不用管我们，去吧。哎，那个服务生。哎，你们都没有，这边有一个。桌子脏了。拿滴奶。来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没有不放卫生纸的、啊。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在爸爸面前出糗。没关系，还是我拿这个。这是什么面子掉了？我没有当过外场，面子掉了。你放在这边会挡到。这一拉就掉了，还是回来好了。蠢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蓝山黄瓜卷，我们的前菜。哪那么啰嗦，吃就对。你是不是想刁难我们？我想要叫刘雪来介绍一下。有时候印象里面啊，东西做得太漂亮，它不好吃。这小黄瓜应该不是李玉玺切的吧？不知道。来，我们的青酱茄子。哇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们还没有上这个。没有，我们为什么跟他们的长不一样？你说他们有面包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减肥餐吗？你们的有面包，他们的没有。对啊，那也我们没有在戒淀粉，没有三头。尬气啦。哦，你看，你还需要面包吗？你需要的是爱情。我说你需要的是爱情，你不需要面包。你需要的是爱情，好像是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么瘦，吃茄子就好。好像也蛮有道理的。对啊，我不是人身狗，我说你需要的是爱情。你没有讲都没有发现，说我们不是没有面包。好，亚明哥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做我们的青酱茄子。亚明哥真的没有面包，他偷工减料，我帮你包。你不提醒我，还问。对，偷工减料啊。是，所以说单吃茄子没有，这是减肥餐，因为我们这个造菜叫青酱茄子，顾名思义，它字面就没有面包，怎么长得不像茄子、啊？哦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种的，这也是自己种的，对，那个茄子种类其实都不太一样哦，对，我们不像市面上外面说自己种的很了不起，茄子其实不好种，真的不好种，对啊，而且没有虫，口反应了啊，口反应，欧巴。